OK， 今天刚拍完东西回来啊，现在是大概9点过的样子，对，今天还挺早的。然后呢，明天还有考试，对，文化课考试，所以说今天得早点休息。然后希望明天能好好考，好好考吧。然后待会儿听会儿歌，我就睡觉了。对 ，OK。待会儿先去洗漱一下，拜拜。OK， 那现在我就要洗漱了，拜拜。好的，现在呢已经到酒店了，待会儿就洗个澡准备睡觉。OK， 差不多说了，睡觉了。哎呦，你看那还有我的照片，那是节目组准备的应该。拜拜，晚安。